小虎明天也会上路的，肯定不会呀，他明天打 AD 的，真的呀，他微信亲自跟我说的。我不能这样玩的，他大爷在上班去的。这么费劲吗？这波比杀这高人。队友优势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混就行了。我这把打的还是挺好的，这把他们打野炸了，主要是因为我。